哎，请问一下，电池自行更换容易吗？结果他就马上回，亲，换电池很容易的，我竟然换好了。而且那个板子起死回生。那现在的电动滑板种类这么多啊，如果你刚好又是个新手，想要玩电动滑板，你可能在网络上已经浏览超多资讯。那这一支影片就是针对给那些你可能最后不会在台湾当地买电动滑板，为了省钱会在淘宝或者虾皮上购买，淘宝上买的种类会更多，你的价钱可能会拿到更便宜，但相对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也是我自己的经验，那今天要跟大家好好分享。那第一个就是电池要怎么换，然后第二个就是坏掉了怎么办。这次影片呢，会有亲自换主机板跟电池的经验分享，最后还有给新手想买电动滑板的四个建议。那我们继续咯。前前后我的电动滑板使用过三块，那最后这一块也是在萤幕上看到的这一块是我蛮喜欢的。因为当初想要买这一块是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你不用遥控器啊，你还可以用 AI 体感控制，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啊，所以有时候想要拍移动式的就必须要释放双手，所以我喜欢用体感控制的时候双手拿着这样横移这样拍，我觉得这样就很美。好，说到这里啊，必须要说明一件事情，说如果你在虾皮想要购买电动滑板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你下单他就跑去淘宝再帮你下单，那严格来讲他根本不是代理商。那这样子有一个坏处是他费用不止贵一倍之外，我有问过那坏的时候怎么办，结果他回答竟然就是他会再把电动滑板寄到对岸修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吊诡啊，你已经收了贵一倍的钱了，那维修应该要在台湾啦，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就直接在淘宝上订，那是不是更简单？好，回到刚刚那个客服的回复速度其实还蛮快的，我就马上切入主题啊，就问他说，哎，请问一下电池自行更换容易吗？结果他就马上回，亲，换电池很容易的。那我当然怀疑啊，因为容易是他讲的，因为他专业嘛，所以我又要求他说，那可不可以把更换电池的影片传给我看看。欸，就没想到他就真的传更换电池的影片给我看。那我看完之后发现真的是不难欸，而且就像萤幕上所看到的，我用了大概快四年了，电池自行更换一次，更换的过程其实也蛮容易的。好，那第二个就比较麻烦，我问他说，那如果坏掉的话怎么办？那当然客服就这样回答，他就说如果真的坏掉的话可以把滑板寄回去，他可以帮我处理，再来就是线上可以全力支援怎么处理问题。那你还没换掉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他的全力支援的力道到底是怎么样。不过真的是还蛮刚好的，我这块板子在使用几个月之后，它确实遥控跟板子连不上，那我就很紧张就开始问他。好，客服啊就很仔细的跟我确认一些问题之后啊，他就马上判定说啊，那应该就是一个主机板坏掉了。那他也给我两个选项，第二个就是把我的板子寄回去，那第二个他有跟我讲说如果自己更换也很容易。那我当然就是也很怀疑啊，主机板这个东西更换容易吗？如果我只要更换坏了怎么办？还是一样用老方式，我就说那你可以把你更换的影片给我看看，就马上又寄了一个更换的影片。那我就看完之后说，欸，其实真的也不难欸，就把线拔一拔擦一擦，要注意什么就好。那就如同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自己更换，我竟然换好了，而且那个板子起死回生，而且活到现在。那当然你假如去买那种有代理商的或者是台湾品牌，那对我来讲非常好，因为本来我们最怕就是故障。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有一些特殊功能，就好像我这个有 AI 体感的控制，那只有淘宝上有，那你们就要务必去了解一下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那两点，记得问清楚是最好的，不要就是可能看了喜欢就鲁莽的就下单就买了，因为后续的问题你确实要先问清楚，还有就是看他们这家商店评价到底高不高。所以最后啊，要给新手就是四个建议，怎么去选一块比较适合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价格，我觉得价格可以落在5000到10000之间。我看过有些朋友一开始就马上买一个可能4-5万的，可能他操作不当什么的，或者是他可能三分钟热度就没有玩了，那我就觉得那一块就浪费掉了，有点可惜。那第二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也是安全性的考量，就是它的刹车有没有缓冲，因为我第一块板子就是没有缓冲，所以它一刹车是那种挺然后人会飞出去那一种。好，那第三个就是续航方面，那续航方面我建议就是15到20公里，那现在比较便宜的话就是打着10到12，
那10到12也可以啦。好，第四个也是我常常建议朋友要做的一个重点，如果你可以的话，去现场试试看。如果你有朋友可以借的话，跟他借一下。那如果你有实体店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电动滑板种类这么多啊，你可以选择比较贵的，比较有品牌的，你可以在台湾维修的，我觉得那很好。那相对的，如果你想要找一块比较便宜的，那 CP 值当然要高一点。那一定要把后面的问题想清楚。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享受速度感啊，或者是那种稳定度，当然就是越大块越贵越好，因为它可能有一些细节它有帮你做好。那相对的，如果你不是要追求那种速度感，你可能只是代步啦、好玩啦、帅气啦，我觉得这个平常就够用了。好，那今天这个影片跟你分享啊，希望你会喜欢，按赞，然后订阅、留言、分享。好啦，那我们下次见了，拜。